有这个万条湾叫做杀人禁果，就当然该公条件。今麦上吊啊，就是用那个禁果来逼万条湾对金鱼放手。金鱼是刚在底下，我都一天袂放心。伊万条湾故事为了保障自己，伊绝对会答应。吴信贤，计是伊啊！快开只开眼哟，绝对是抢证据的。啊，不过伊哪会知影有证据？干老一个可能，咱去病院看证据时，叫人去怀疑，所以派人跟踪。啊，今麦吴信贤跟你对过来啊，这就骨卡证明，伊跟万条湾一定有交集的。伊跟万条湾斗了几条？伊无法度甲金鱼做伙，万一影响到伊伫舞台地位，所以才不得手段对付咱。可以，个人用电话里先计划啊。是啊，快点紧嘞，头前路口正位。想要走？我叫你简单，我是无可能放弃。为着金鱼的幸福，我一定做到武山集团接班人。新鲜中计啊！怎样？天堂有路你唔行，地狱无门你偏偏要走离开。小雨，是谁开车弄小雨？那个刚刚是彭菜阿的车呢。你现在的心情好像小雨。探头先到底了，别跟我想了。陈中贤，你是头壳歹去还是？陈伟尧明明就是你领养的客囝，伊哪有可能是我小雨？你家己才头壳歹去啊！我家己的后生，我敢有可能摸唔着去？伊就是我亲生后生陈明宇。对啊，彭仔，我问你，你什么原因你要开车弄小雨啊？这点我真好奇，你的目的
是不是要笑到我见过？你笑到什么见过？就是当年万条万技术界司机开车弄招风的境遇的见过。你是不是惊境遇和万条万的关系有变化，会影响到吴信贤的不甲地位，所以要请伊见过？你别怪妈妈好不好？迄个时阵我根本都唔知道你是我的小雨啊！回答我的问题。金玉确实是万条万的亲生查某囝啦。就算金玉知影事实了啊，万条万嘛会讲，伊根本都唔知影金玉坐喺车顶，这完全是一场意外。啊，不过万条万。跟你这个不吃老爸不同款啦，伊即马是真认真在弥补金玉，所以我认为啦，金玉早晚会原谅伊的亲生爸爸。小雨，妈妈先离，我有私心。即马万条万甲不搞，把家遐尔安定，万一那是倒台。就会影响到信贤跟我的母家的。金玉若是知影，伊的亲生爸爸就是害死伊囡仔的凶手了后，真有可能取消甲信贤的婚礼。那呢，金玉就会错过一段真心真意完美的婚姻啊！这嘛不是你想要看到的结果对无？你是袂当体谅妈妈。妈妈拜托你，你把证据带出来。不管你想要摕到什么弥补，妈妈都会当挽救你。别讲这好听，我无可能答应的。你，我们是利用境遇。那好意思，讲我这妈妈妈妈呢，跟你讲我亲好，结果你根本完全都不了解小雨。小雨，咱爸仔囝这五年来，拢毋捌好好讲话。前面讲你已经知影，这五年来我替万条万担偌济条罪啦。就讲我拄只，无顾我家己性命，我冲出来救你，这是表示讲爸爸的心内也是真要紧的。我毋捌对这个后生放弃过，即马我甲万条万明日开战啦，小雨，你敢袂当个独军啊？这个大麻烦交予我，安尼我直接就当个万条万甲阿罗对，啊那无啊，阮两边啊真正战起来。相方面啊，绝对拢见血，而且会流血流滴。讲到底，恁两个干涉恁家己，一个就要在我面前上位，一个就要暗看当年对着老家所做卑鄙的代志。还要放过想尽办法万条万，你两个不然一点仔仁义道德拢无，根本就无良心。我无你这个爸母，我无你这个爸母。小雨，别叫我。以后我的人生是我自己的，跟你无关系。不管是怎样。还是杜光亮，我不跟你讲你。你讲嘞，那不行。你两个别想要欢喜，我一定会物件找回来。小雨，小雨。
妈，你走去倒位啊？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到底是安怎啊？我打电话给你，你完全拢无消息，我差点要派人来救你啊！你这个假太子，凭什么用这款口气跟我讲话啊？当初若不是我甲你认做是小雨，为着要替圣贤完成遗愿，拼性命救你，你哪有可能活到今嘛？若不是因为我，你今嘛只会当甲迄个动工的罗在心哦，做伙软米粉安尼。妈，你在想啥？是在紧张啥啦？小雨，妈。你哪叫我的名啦？你是怕人不知道我真正身份是？别紧张啦，也无其他的人啊。我想起讲唔对话，敢袂用的？好好好，会用的。你敢会当先跟我讲，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啊？答案有料到啦。物件嘞，敢会摕到手啊？物件在从我以后走我路的时阵拍无去，拍无去呀！你知影哪个倒位？人呢？你敢有回去找？我不是你的犬啊！这条路安尼长倒路，我是要安怎找？你明明就知影这物件对我来讲有安尼重要，你无去找，那是我从我姚英生找到是要安怎？物件都找无，我搁会当安怎？啊，无安尼啦，过去吼在外口打一下够失败啦。讲你想要甲陈文耀因个证据摕到手，敢会用个？你这个囡仔实在真奇怪呢。啊，这嘛，都无啥物物件会当对咱产生威胁吧？你是咧着急啥？这关系着我甲静玉是毋是会当顺利结婚？那是互静玉确定。五年前那场车祸无主事者是阮丈人，伊是要安怎伫个万家会做主之下跟我结婚啊？那是无万家的支持，我是要安怎赶紧坐起这百年的大位？啊，你毋是已经讲过啊？你对静玉的感情真单纯，静玉嘛已经相信啊。那安尼，至少恁结婚的代志都袂阁产生变卦啊嘛？啊，是讲你即卖已经无自信？会当赢过迄个痴情的罗家峰啊！卡叔公，连一个罗家的太子爷都让你感觉到遐尼大的威胁，然后以后母家的重担，你是要安怎担下去？呀，真正是无路用。我无路用。妈，你即摆到底是咧讲啥啊？我每一件代事拢是照你安排去做的。你对我所有的要求，我拢真拍拼伫咧完成，无一件让你失望的，敢毋是？即摆恁爸拢转念，要考虑何做接班人啊？我安尼做，感觉无够。你莫讲你伫咧背后讲，你家己若无野心，我甲杀你个叮当。若毋是我伫背后一直杀你往前行，你敢讲我行到迄个大位边，等要接班？结果呢？你一点仔都无感激我。自从你知影家己身世了后，卡袂着就对我大细声，好像是我欠你偌济共款。你爱去，若毋是有我，你即摆啥物拢毋是。妈，我毋是。好，我真忝啊，有啥物讲？妈。妈，今日是安怎？照你讲起来，证据若是无抢到来，伊一定是比我更加紧张的。结果伊颠倒无要无紧，甚至阁讲出遐尼气焰坏话，这根本就毋是伊个性啊！敢讲伊伫了陈文瑶的时阵，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